OK， 好，那这款是我们公司推的 AMR 的产品，它里面搭载是 Jason Orin，NVIDIA 提供的边缘运算的 AI PC。那它负责操作的就是整个 AMR 如何去控制移动 A 到 B，B 到 A 的位置，然后还有去怎么去避障或规划路径。然后上件我们会根据需求去搭载我们需要的上件，这一台的上件我们搭载的是手臂机器手臂，那机器手臂上面放摄影机，我们可以去控制它去移动到车子 的对应的位置，去拍摄各个角度的车牌位置。那这个资料我们会及时传到 AI 的 server， 右前方那个画面是我们数位孪生的系统，它在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它跟车子跟上面的是同步显示的，然后等到开始拍摄的时候，它会渲染出八种不一样的车牌，还有不一样的车子的颜色，就是这些资料也会成为我们训练的 data。那现在它就会开始进行摄影，那摄影这边就会及时串流跟抓到车牌的位置，还有及时去生成。